안녕. 난 2학년 7번 7번 은단우야. 超级可爱的啦，吼，有受不了。你说什么可爱？很可爱，我很可爱，对，我很可爱，对，太好了。有人问说，慧宇如果来台湾的话，想去台湾哪里？想吃什么美食？저는그때여행갔을때대만에한번갔었을때다시가보고싶은곳이지우펀이고꼭다시먹고싶은음식이망고예요아너무맛있었어요너무그때망고먹고와인생망고다慧宇如果将来有机会一个人自己去自助旅游的话最想去哪里저는사실제가여행이정말많이해본적이없어서저는저희나라도아직다 저는제주도를정말제일가보고싶어요아직저희나라인데아직못가봐가지고我当然是韩国的，我都去过了。我怎么没有？怎么没告诉我？那我带你去好了。知道照顾不到。对对对，慧允真的太可爱了啦！他从刚一进来就一直这样，我就好像在看偶像剧哦，他好像就是端午一样，漂亮漂亮，你才漂亮，你漂亮。为什么会踏入演员这条路呢？어렸을때 TV 나이제영화를볼때마다그드라마나영화를볼때마다제가꿈이자꾸바뀌더라고요그래서아그럼저직업을하면되겠다이제요샹구와당수내이름은김상순이라는드라마를보고이제요리사가되고싶다라든가어떤뭐유령이라는드라마를보고사이버뭐수사대가되고싶다든가이렇게드라마나영화를볼때마다제가꿈이계속바뀌더라고요接下来有人问了第一次担任女主角觉得很疲惫的时候会怎么样度过的呢하루나백경이나도아나이렇게에이스를치는데이게또래친구들2학년7반친구들이좀가장많이힘이됐던것같아요台湾很多粉丝有留言说，原来他讲话就是这样，真可爱，真的超可爱，好可爱。有人留言说啊，什么意思？有人说端午啊，所以露出肉粽吗？公主在《偶然》这部花絮里面呢，一直被模仿，可不可以也反过来模仿白金或是哈利？하루가항상대답할때하는그행동있어요하루야이러면이렇게백경은아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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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这样你就可以瞬间去济州岛了。那你也可以瞬间移动来台湾，因为有人一直问你说有没有机会来台湾办见面会。啊，저는불러주시면너무좋정말네如果只要叫他去的话，那当然是很好啊。开心哦。就来。谁来？谁走？谁来？谁来？台湾谁来？大家都这样讲，你要把时间空下来给我们哦。哦，就是那么难耐哦。羡慕。好，最后一题，那个如果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在漫画的世界里面，你最想做什么事情呢？제가만약에고등학생이었다면한번그수업시간에다음처럼만화책보거나하고싶은행동을한번수업시간에해봤을것같아요好好小的事情啊！不愧是我们的物理慧允啊！最后可不可以跟我们台湾的粉丝说“我爱你们”，送给他们。我爱你们어쩌다발견한하루많이관심가져주셔서감사하고그리고은단오라는캐릭터한테도정말많은사랑과관심가져주셔서감사하고앞으로배우김혜윤도많이사랑해주세요好了我们就支持你的안녕拜拜再见拜